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零众游戏。大家都知道，在3月8日那天上线了贞子和浅川洋一，但是嘛，由于一些原因没能给大家录上，所以今天我将会为大家带来贞子的体验视频，请收下。洋一讲完了几把贞子之后的感受吧。贞子没有恰好的追击手段，隐身显形并没有很明显的减速，但是显形后也没有像幽灵杀手那样的加速，这就显得他的追击很弱。找到托马斯他人了。有一说一，贞子的追击音乐听起来真的很有压迫感。看这个样子，托马斯好像打算和我在这边绕。这次距离拉那么近，我看你怎么走。你既然把录影带给拿了，就别想还。我就在旁边，你还来？这个大卫被人给救下来了，但是也别想走。好家伙，我才刚走没多久就来救人了。刚好来看一下贞子的击杀。啊哈，是德怀特。没错，这一板子砸到了贞子的头发丝。
是谁还在这里偷我的电？是谁给你的勇气来残血救人？再来一遍。这个钢筋铁骨好秀。哎，这托马斯怎么不见了？杰克，别躲了，看到你了。